你们来了啊！你们也知道快要开始了，对不对？我来，赶快赶快找地方坐好坐好啊！我们要开始了，来一起来倒数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告诉你一个大秘密，水果冰淇淋喜欢你，美丽故事在这里，唱哒哒哒在一起，水果冰淇淋，水果冰淇淋，开开心心又甜蜜，水果冰淇淋真有趣，水果冰淇淋。李宁跑来跟我说，在院子里的城堡舞台那儿有好看的表演哦。哇，这是哪里呀？对呀，从来都没看过这么漂亮的地方耶。哇哈哈哈哈哈，我是笑脸皇后，这里是我的皇宫哦。哇哦，你的皇宫好漂亮哦。那我的皇冠呢？也是美极了，是小班老师给我的，因为我很乖很乖哦。奶奶给你拍拍手。所以今天我要笑眯眯，不生气，也不乱哭哦。打到鲤鱼了。我的头好痒哦。他怎么了？啊？哦，他今天是笑脸皇后，不生气也不会乱哭。对呀，我今天超乖的哦。哥哥，这个还你。谢谢哦。哇，这个笑脸皇后的这个皇冠呢，好有魔力哦！哇，好厉害！哎，那我们也来念一念我厉害有魔力的咒语，来看看今天有什么好玩的东西。水果，水果，冰淇淋，冰淇淋，加上三声大笑，哈哈哈！厨房里的战争。两位小厨师要比赛的题目是半圆形。两位看起来都很有信心的样子，好期待他们的料理哦。时间到，赶快来看看结果吧。这是喵喵小厨师的作品，披萨切一半。这是汪汪小厨师的作品，水饺。两个作品都很棒，不过今天的优胜者好像是……等一下，大厨师也有作品。哇，是包子哦，要从旁边看，转一圈都是半圆形，切开一半之后，不管从上面看还是从旁边看，都是半圆形的哦。所以你们觉得今天的优胜者是谁呢？笑脸皇后，笑脸皇后，了不起，了不起，啦啦啦啦啦啦！玲玲，你的娃娃好好笑哦。他们住在笑笑皇宫里，所以很好笑啊。哇，可不可以借我一起玩？好吧。可是你要很小心，很小心哦。哦，王子，
点抱上你的头发。好。哦哦，好大的一只狗。掉了，玲玲，对不起。啊！长发公主变成歪歪公主了。歪歪公主，你看，鼻子也歪歪的，眼睛也歪歪的。听见没有啊？我们的笑脸皇后啊，开心的笑呢啊，真好真好。哎哎，来来来，我们也来听一个啊，开心的故事。故事机器人。哎，故事机器人来啦！来来来来来，转过来转过来。啊，好哇，我看你是准备好了，快跟所有的人讲一个开心好玩的故事。可以叫我比克妮妮或是妮妮。妮妮等等我。哦哦，小麻烦又来了。我不是小麻烦，我是小糖糖。嘻嘻，赶快跑。妮妮妮妮。妮妮妮妮。不准你再跟着我。可是我想跟你玩。好吧，把你的眼睛闭起来。呀，糖糖喜欢玩躲猫猫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妮妮，我来找你了。喂，妮妮不在这里。哼，弟弟一定找不到。漂亮的花哦！啊，对不起，妮妮在哪里？救命呀！救命呀！救命呀！啊，救命呀！妮妮在哪里？救命呀！啊，救命呀！看见了，妮妮在那里？妮妮。比克尤里夫斯基妮妮，你可以叫我比克妮妮，或是很喜欢跟弟弟在一起的妮妮。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看不到，好想长高了。进不去，好小变小喽。随意变装机，只要一个按钮，让你随时变大变小，爱怎么变就怎么变。嘿嘿嘿，好清楚哦！有个啦，看电视的三个步骤：第一，在电视机前面找一个舒服的位置，记得哦，不能太近，也不用太远。第二，要选择最适合小朋友看的好节目。第三，电视机的声音不要太大声，刚刚好就好。一、二、三，三个步骤，大家都会了吗？五个了。哦哦，你画到书包了。
用怕，我用的是魔法彩色笔。魔法彩色笔给你神奇的效果，只要一句咒语，图画马上消失。呜啦啦，蹦！哇，你画的图也不见了。嘀咕哥啦！水果冰淇淋。啊，这本书好歪哟、哦！因为这里是歪歪国啊！嗨，你们看，我有新的钓竿哦！哇，可以借给我玩吗？嗯，好啊，那我们去游戏城那边玩。嗯，好。好。Hello。这里是水果码头，呼叫琪琪船长。我是琪琪船长，奶奶，你那边好吗？哦，我这边很好啊。我刚才啊跟那个喷火龙一起呢，才喝了下午茶呢。呵呵，刚刚大鲸鱼唱歌给我听哦。哇哦，你真幸运哦。奶奶，嗨。哟，瓦路啊，你带了新的钓竿啊？对啊，是我爸爸送我的。哎，瓦路，你要不要来我船上钓鱼？好啊。嗯，哎，你不是说我可以跟你一起钓鱼吗？哦，好吧，那走吧。哎呦，这样船上太挤了啦，哎，只能再上去一个人，你们轮流玩嘛。啊，哦，那你们两个猜拳好了，赢了就可以上来玩。好。嘿，耶。我赢了。哎呀，好了，那就那瓦路跟琪琪啊先玩十分钟，再轮呢玲玲玩啊。啊，可是，咦，我记得那个笑脸皇后很棒的哦。哎，对耶，我很棒。奇怪，以前玲玲猜书都会哭哎。嗯，因为她今天是笑脸皇后啊，所以不会生气，也不会乱哭。对。哦，难怪。我们钓鱼吧。好。嗯。哟，亮亮啊，带我们去看一下美人鱼好吧？我是最爱唱歌的美人鱼。叮噜叮噜，咕噜咕噜咕噜。还有最爱弹琴的亮亮。嘟嘟，咕噜咕噜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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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唱歌之前，先来个发声练习。唱得很棒，对不对？丢噜丢噜，咕噜咕噜咕噜，丢噜。亮亮也很棒，再来一个快速版的发声练习。哆来咪发嗦啦西哆，西拉嗦发咪来哆。丢丢。是太快了一点。可是接下来是扭扭版哦。摸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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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咪咪版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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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下来是咕咕版，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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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。很成功，可以开始唱歌喽！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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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听出来了吗？
这就是今天要唱的歌哦，听歌。阿布阿布爱叔叔，管子一呀呀二，耳朵三翻船四，勾勾五大肚六，拐杖七眼睛八，七巧巧八巧十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阿布阿布爱叔叔，一个一个怎么数？滴哩答啦，滴哩答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个十个怎么数？滴哩答啦，滴哩答啦，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。一只鱼了！哇，瓦路，你好棒哦，加油！嗯。哎，哥哥和瓦路真好，都可以玩钓鱼。哎，当笑脸皇后好辛苦哦，一点都不好玩。嘿。美女狗，我的皇冠送给你好不好？哦，今天这个蛋糕烤得真好。哟，美女狗，你带着什么？这不就是领领的笑脸皇后的皇冠吗？哟，啊啊啊啊！你的意思是说领领他不要了？这怎么可能呢？那我去看看啊。我要去看一下领领，那你们呢？帮我看一下谁是今天的小勇士。哇哦！哦，找到红萝卜城了。我来救你！啊，迪迦兔，看我的厉害！哈，莉莉公主！啊，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小勇士，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啊啊！我被红毛怪抓住了。只要通过这个星球上的三个关卡，就能把我救出来。小勇士，快救我！迪迦兔，我来救你了耶！第一关，彩色火山，登上火山，努力往上跳，成功在时间之内拿到三颗不同颜色的球。过关！小勇士，快来救我！耶！好的，跳，要用力跳哦！哟，哦，加油加油啊！哇，厉害！拿到绿球哦，哦，很仔细哦，慢慢来没关系。耶，哦，黄球，嗯，慢慢来没有关系啊。然后呢，哎，你好棒啊！一下三颗球就拿到了，通过第一关，赶快来救我，小勇士！哦，耶！第二关，
闪电蜂窝，按照你拿到的彩球颜色的顺序，一步一步前进，没有踩错，顺利抵达终点，过关。还记得什么颜色吗？绿，然后是哪一个？哎呀，我忘记了。黄，对，然后呢？第三个是什么？蓝啊，绿黄蓝。哦，绿，绿黄。来，加油，加油，赶快来救我！啊，加油！看清楚哦。哦，你真的很仔细哦，一点都不急。你不急，我有点急，快来救我！啊啊，黄，然后呢？蓝，对。哎呦，终于走下来了，太棒了，过了第二关。第三关最困难，打击怪物，你双手要控制雷射枪，瞄准之后发射，能够成功打倒所有外星怪物，就能拿到神奇水晶，救我出来。你一定是慢慢的瞄准，慢慢的发射啊，慢慢没打到，没关系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哦吼，第二次就打到了，耶，然后来来来，第二只，哇哦，好准哦，神枪手，哇哦，太棒了，顺利打倒三只怪兽，拿到水晶球，救我。哦耶，嗯，好，得你得救了，谢谢你，小勇士。谢谢公主，迪达兔公主，啊，谢谢小勇士，拜拜，谢谢哦。咦，奇怪，瓦路，你的钓竿呢？啊，我们去那里找找看好了。换我钓鱼咯。哎，笑脸皇后，笑脸皇后。奶奶，我已经不当笑脸皇后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笑脸皇后太累了啊。虽然很累啊，但是你一整天没有乱哭，也没有生气，是最懂事的玲玲哦。好。可是我拿了瓦路的钓竿怎么办？哦哦，那瓦路一定很着急耶。啊，那怎么办嘛？你是最聪明的笑脸皇后，应该可以想到最聪明的办法。啊，对不起，这些糖果请你们吃。哇，是水蜜桃口味的耶。我跟你说，这种糖果超好吃的。真的？好，玲玲，我的钓竿借你十分钟。哇，我又可以钓鱼了。真是太好了啊！记得吗？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啊，玲玲就戴上皇冠，就变成了不乱哭也不生气的笑脸皇后了。从那个时候开始啊，就算琪琪拿球打到玲玲，她也不生气。美女狗把罐子娃娃给弄坏了，玲玲也不生气。就算她猜拳猜输了，玲玲也忍住不哭。虽然做那个笑脸皇后啊有一点辛苦，但是玲玲做到了。哇，奶奶，你陪我钓鱼好不好？当然好啊，不过在我们钓鱼之前，我们要先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，喜欢笑脸不乱哭的朋友说什么呢？拜拜。水果和你说再见，冰淇淋一起说拜拜，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水果和你说再见，冰淇淋说拜拜，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
心情像冰淇淋，营养好滋味。冰淇淋一起说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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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